无？我安尼讲对。大家拢同款。啊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对哦。嗯。好，差不多了，好，谢谢。对吗？哎，大哥这边的不好意思，这边太……大哥不行，大哥，你可以上来一点。好。可以吗？好。请问刚好先讲一下，就是跟红好像是露手臂。对。就是他露手臂哦，我就知道这个我今天应该要穿长袖来。对，后来想说啊，算了，运动还是穿短袖好了。他平常打篮球都是穿背心的，对，他知道有大家都知道有篮球的地方就有跟红的地方，而且有这种公益活动的地方，就是他非常热，就是每次都是非常的热情参与啊。那这个富邦这一次的这个篮球赛应该算是蛮多次的，那有跟红的地方也就是代表说我们今天。应该会胜利，那我们的对手是富邦的勇士队的球员，对球员，职篮球员，对对对，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打得很 peace， 对，可是为什么没有像跟红一样命的露手臂？啊，我露手臂能看吗？对不对？就是不该的那个 MV 里面 OK 啊。对，因为拍 MV 可以有灯光的效果，而且今天很多小朋友，不要吓到这些小朋友。好，大家会觉得说啊，我是因为比较没有短袖的衣服了，对，所以我对，平常在家就他几乎都是裸体居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外面，像这种你看，宜兰天气这么好，这个通常这种天气他是不穿上衣的。讲真的，外面打篮球的时候都没人来敢跟我们报队。我就说，对，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赶快把衣服穿起来？我很希望跟这些对互动一下，互动一下，对啊，因为杰伦是真的胖了，回不去了。哎，不好意思哦，对，这个胖仔细看一下，哎，如果到了差不多，以青峰侠那时候阶段的我来，我现在算是蛮瘦。对对对对，我他现在其实当然啊，这个肉量还蛮多的，肌肉含量还蛮大的。对，演唱会的时候稍微有比较瘦一点，因为看到你知道那个演唱会歌迷有做灯牌哦，不是做那种什么什么杰伦怎么样的，就是说杰伦你胖了之类的。要减肥？他是什么？真的假的？啊，真的要减肥。那你这没有安排主机手在那边吗？我想把荧光棒直接往他头上。对了，开玩笑，开玩笑。我想说这个大家怎么那么幽默、啊？对，演唱会这样跑一轮之后，当然就是已经就会瘦下来。而且跟红有时候这个很喜欢跟我拍照，好，那就是大家当然就会显现出他是非常有线条的，对，所以这个有时候拍照也要取角度，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很容易这样拍就会有很壮，仰角拍就会有双，所以他拍了那个 MV 的时候也叫我看一下，说哎，跟红麻烦你看一下不该的 MV， 就是看看那个线条，对，因为他是算是线条专家了，对，对啊，对啊，对。那今天就是来贴，就是一定要赢就对了，带了跟红来就是为了一定要。哦，因为我不打算跑步，对，所以他几乎就是负责跑全场的部分。因为我平常比较擅长就是三对三斗牛，哦，打这个半场。但因为今天小朋友比较多，想说让他们这样有些互动，所以就必须得打全场。因为人家来了好像五个勇士队的球员，那我刚好两个礼拜前扭伤，我看我们打一打，后面换半场好了。对，没想到今天来这么多人哦。所以代表说他们是应该很认真的打球，我希望给大家一场很精彩的球赛，好不好？加油了！好。他爸爸之后体力还 OK 吗？体力当然就不行了，对啊，对对对。所以你回答也太快速了吧？你看这个半夜要带小孩，对，早上睡眠会比较不好，还要来到宜兰来打篮球，哇，然后开在雪隧，哦，塞车的时间呢，只好睡觉。对，所以就其实这个精神状况，没有说到现在没有说到很好，但是。不见，等一下看到小朋友可能精神就来了。可是这么喜欢打篮球，那以后会带女儿一起玩篮球吗？会会会，应该会，就是只要是运动有关的，因为我觉得
当然以前是想说跟如果有一个儿子的话，对不对？可以一起玩球，对，就很羡慕根红，对不对？就是有女儿又有，之后会有的嘛？啊，之后会有啊，对，希望可以，因为我儿子将来还要电你儿子呢。对对，我们比看谁比较壮，对。所以会不会怕根红的儿子追小公主？不会啊，蛮好的啊，对啊，就是干儿子啊，对啊，已经先认识了嘛，对，所以我们先从小让他认识，对，那如果眼中都只有我儿子这个帅哥的话，可能以后就比较不会了。对，如果觉得根红讲话有点无聊的话，麻烦摄影大哥往后面拍一下，后面的 view 还蛮漂亮的。哎，真的、啊，这个你刚刚无聊的时候，其实可以往后面拍一下，很美，对，不要只拍我们，对，后面那个这个享受这种很漂亮的美景，又可以打篮球，蛮好的。结论这么忙，还一定要来做公益的？哦，当然，不要开玩笑，当爸爸就是更有这种想要做公益的心情，对。而且看根红，其实从以前就做公益长大的嘛，对。对，所以没有，因为这个已经是例行，每一年我们觉得来做这个真的还蛮有意义的。对，尤其其实，绝大多数有些代言活动它是代言而已，但它这个是跟小朋友互动很多。对，我觉得在互动过程当中，大家这个接触那个感受是非常直接的。嗯，那我觉得，结合运动，我觉得更棒。对，结合运动这样的一个互动，其实你说对小朋友来讲很好的鼓励。而且真的要有这么多机会能跟杰伦一起打球的小朋友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这可以成为他们儿时很好的回忆了。刚有问富邦的球员说对你防守已经有一些讨论策略，富邦刚刚球员来了几位？来五位。来五位代表说他们非常认真，因为上次来两位，上次来两位有怕你啦，有怕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好，而且他们还有人受伤，上一次这一次就是我觉得很认真，就是我们可能会挑选的小朋友，我们两个配，然后三个小朋友跟他们五个打，是这样吗？这样的还要打吗？哦，应该不是这样，就是小朋友轮流上场，对，这样大家有一个互动。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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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球员，哦，这次上次两个，而且还是受伤的，这次来到又高又壮的，对，代表说台湾知名控卫也都出现，哇，看到这五位，我觉得代表说他们今天也是非常认真，而且非常热情的参与这个公益活动，好，那也谢谢富邦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这样子跟这么好的球员，还有跟小朋友一起互动。因为呢，这个之前呢，这个杰伦呢在上海刚开完演唱会，那因为我们球队呢在做训练呢，没有办法呢去亲临现场。那也听说了，未来呢，接下来呢，这个杰伦应该呢也会来在台北举办演唱会吧？会会会。那所以呢，他们呢，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派出了我们的先发五人的原因呢？是想说，是不是说等一下有个机会呢，可以你跟根红啊，我们来个三对三或五对五，然后我们来赌注了演唱会门票一样，是不是？好啊。然后如果我们勇士队输的话，我们呢就送呢杰伦、根红你们的所有的家人，我们全季
勇士队的比赛门票。好好好，我们交换一下，全季呀、啊，全季。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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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大家都可以知道呢，这个杰伦呢，对于呢在篮球的运动真的是相当的热爱。那也大家也可以从这个之前就可以看到，你应该很支持我们富邦勇士，对吧？当然，当然，当然，就是从上次两个受伤的，我还来参加公益活动，代表说，你看，就是这种心情，我们大家都可以非常能够体会。但是这次来五个，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分配。我们是他们五位，因为他一定要有人也要跟我们一队，是不是？还是对不对？应该要这样吧，不然我们可能整场都不会拿到球啊。哦，那这样子啊，我们就让你挑。我们从呢林梦雪、萧胜义、SBL 第一帅陈孝龙、本土洋将蔡文成，不行，本土洋将等一下代表我们富邦的，我们有赢的几率大。是是。除了吴永能跟蔡文成，三选一成为你的队友。好，我们让我们的队长来选一下，来麻烦执行长。警长，你有穿球鞋吗？那我们就要选笑容。好，笑容，陈笑容，等一下就跟呢，我们等一下跟小朋友打完这个五对五之后呢，笑容就成为呢杰毅文创的一员。那注意了，你们那一队如果输，你是没有门票的。对对，是我们富邦勇士拿到门票。那这个根红呢，今天特别来到活动现场。说真的，现在呢有很多小朋友，那他们在这个也很希望呢，能够呢在暑假呢有一些运动的一个机会。那或许小朋友不太适合做一些重量，那你要不要教小朋友怎么样呢，在这个利用这暑假当中呢，让他的体能呢可以有所提升呢？对，我想除了当打篮球是一个很好的所谓无氧或者有氧的训练啊，那大家有竞争性，小朋友比较有兴趣。但在学校一定都会有单杠，或者在家里面，其实你可以简单的做做。伏地挺才不必要，就用自己的方式来训练。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算比较大，我儿子现在4岁而已，就已经会做大概10下伏地挺身，然后单杠还拉不起来，但是可以在单杠上吊来吊去，爬来爬去这样子。你看吧，因为我们如果从现在其实开始练，对小孩并不会，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说这样会影响发育，受伤才会。那这些动作因为都是自体的训练，其实他比较不容易受伤。你看，所以其实有很多原住民小朋友为什么一进到学校之后体能跟状态特别的好，因为他平常吊着助攻王。哦，吴永能有人在挑战你了，扮演就是耍帅的角色，就是耍一耍然后随便丢，只要这个团队的默契好，一定要有人接到，没有接到就怪他，就是啊、对，所以在球场上呢，你扮演的是一个很助攻的一个角色。助攻，等一下这些小朋友都要随时注意。哦，你们要随时看好哦。我没有问哥哥球传哪里。对，我不会看你，我就是这样传给你。我们要有默契。要有默契。那由于呢，这些小朋友呢，现在目前呢都相当的年轻哦。或许呢，在他们脑袋里呢，有很多的目标跟梦想。那要不要请这个杰伦也跟这些小朋友勉励一下？如果有梦想，应该怎么样的想办法去做一个实现呢？当然，我觉得这个有梦想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小时候我也是有梦想，当个篮球员。对，但是呢，因为身高的关系，所以只好弹钢琴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人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梦想，梦想去改变。你其实不见得一直要坚持一个梦想而已，你可以有很多梦想嘛。对啊，一个做不到换一个就好了。好，所以呢要坚持呢朝着自己的梦想呢努力呢，我相信呢各位的小朋友呢未来都会有成功的这么一天哦。那我们这个活动开始之前呢，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富邦慈善基金会，那执行长也特别来到活动现场，是不是也请了我们基金会的这些呢顾问，那这个经理，那真的也很感谢呢这个我们周杰伦以及我们刘根红，也特别呢在百忙当中的拨空来陪伴了各位小朋友的打球哦。好，那我们来拍照，来看一下呢我们中间的摄影机。好的，那今天到场的这些志工也相当的辛苦，是不是坐到前面来好不好？志工请坐下。好，志工社，谢谢呢这些人的爱心。好，接着呢给我一个10万，麻烦呢这些摄影大哥借我们俩，各位小朋友起立。好，我今天你哭了给了，我今天都是你，我今天都是你，都是你。好，来，我们来拍一张，先拍一张静态的，然后等一下我说永结同心公益篮球营，大家就耶、yeah。
不要遮住后面人的脸，不要故意要遮住别人的脸哦。来，准备喽，永结同心，公益人球赢。好，那这张照片我们放在网络上呢，大家可以自由下载，每张200元。开玩笑，来起立，来我们一二三组带到那边，四五六组带到那边。在比赛第32分钟的时候，你要先热身。
赛开始，我们的主题来了。好，我们同学呢，让大家有点摸不着头绪。